给大家拍摄一段这个叫 vlog， 对不对 ？vlog 还是 vlog？vlog， vlog， 然后也算是我第一次拍摄吧，就是以这种形式来拍摄。那我们现在是去现场的路上啊，那个因为今天有一个粉丝探班的活动，所以准备用这种特殊的形式记录下来。还没有化妆，百分之百素颜，看一下，还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待会儿现场再见，拜拜。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睡觉的各位，小七哥，我的妈呀！因为昨天收工收的比较晚，然后今天出工又比较早，所以大家都比较困啊。那就先这样，待会儿现场见，拜拜。Hello， 我现在到房车了，然后准备化妆了。化妆之前呢，然后要用这个钉的先敷一敷眼睛，因为实在是太肿了。昨天晚上收工比较晚，今天出工又比较早，然后呢，化妆之前冰一冰。然后待会儿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化妆的花絮，看我们的帅帅的化妆哥哥是怎么化的妆。啊，刚才有你的丑照，小七哥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有你的睡觉的姿势。化妆前还带这种免费按摩的，是吧？免费按摩，主要脸太大了，不按的话就大死了。太得劲，再小就没了，再小就没了。美光脖子。就这个化妆前还得按按摩。现在呢，就基本上已经化完妆了，开始做发型了。很快，我们的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的，是吧，小齐哥？对吧？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，头发5分钟搞定，搞不搞得定？搞得定，搞得定，好了 ，OK。啊，对，已经好了。好，我今天就这个发型了。我们全靠颜值顶，全靠颜值顶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争取顶上去啊。好了，小七哥，刚刚我说5分钟哦，现在咱们都快过了五分钟，可是我的表只有5分钟啊，我的表只有5分钟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听说我的车被包围了，是吗？对。天哪，大家是有多热情？没事，马上就下去看看你们啊！马上下去看看你们。稍等，稍等啊，快了。现在这个头发是终于弄好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，前客的这个叫做什么？杀青的粉丝探班活动，大家好。Hello。人还是很多的。Hello。大家好热情，谢谢大家今天能来，谢谢。来一起打招呼吧。哇哇哇！然后看看大家精心准备的，谢谢。哇！谢谢大家，很感动。谢谢，我们转个圈儿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啊！大家真的好热情，第一次录这种叫做什么 vlog，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。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花了5分钟做的头发，当然不是5分钟了，其实花了50分钟，好吧，帅气。然后刚刚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叫做什么，就是粉丝准备的宴会厅是吗？对啊，宴会厅。哇 ，Hello，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准备的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谢谢大家，来一起打个招呼吧，耶！你们是刚才那群人吗？不是啊，哦，好，来，耶！谢谢大家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开心就好。啊，很开心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！来，再来耶！耶！谢谢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好漂亮，准备的。七哥，那个甜品台上有惊喜。甜品台上有惊喜吗？甜品台上这个吗？惊喜很多。
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们注意看到什么吗？东西很多呀，看、啊、这边。崔斯坦的啊，有吗？有。哦，这儿。崔斯坦呐。对，这个是我们海外商员会帮您做的。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狗狗看完之后可以去玩了。谢谢，大家有心了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！看这个。没事。哇，哈哈哈！谢谢大家，好漂亮，又有花花，又有这种蛋糕甜品，真的是谢谢。谢谢。来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今天辛苦了，特意来到上海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心快乐，然后笑口常开，好吧？我们继续，怎么说？相爱相杀是吗？相爱的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傻乎，可以杀一杀。好，再来看一看吧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些东西真的做得好有心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喜欢这么多。三一二三，请大家大声告诉我，你们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？罗云熙。在这部即将杀青的剧中，他饰演的角色叫周小山。今天我们见到他，想对他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再一遍，我爱你。如果想为这份感情加一个期限，我们需要是一辈子。谢谢。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已经结束了，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这么热情，然后特意的来，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好看的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小泡真的太有心了，太感谢了真可爱。然后呢我也会认真拍戏的，然后一定会把最好最最认真用心的作品带给大家，好吧？那个谢谢大家，我们期待到时候作品和大家的见面，好吧？拜拜。